大安区民俗委员会乐善好施的善行散播到全国各地，每年都到乡镇做善事捐赠物品，今年已是第23个年头，足迹遍布全台。日前庆祝活动圆满，也举办参叙慰劳会员。首先要感谢我们本会的大家，各位委员出钱出力，使本会的各项活动都能够顺利推动圆满完成，获到各界的好评在此呢，要向各位委员表达万分的谢意，同时也要借这个机会向区公所及各位长官致谢。在此要特别感谢我们就是说民俗会的干事苏元慧长期来对我们民俗会做了很多的事业，帮我们争取了很多荣誉接着他马上就要升官到部委会了。在此呢，也大家的双手鼓励感谢他。那接着呢，我们是由谢谢区长的推荐一个非常优秀的古存芳小姐来帮我们民俗会来服务哈。那多年来，本会与大安区公所合作呢，举办了多项活动，尤其是城市交流的活动，真给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情感的交流，及拓宽视野，提升了很多的工作效率我们今年也到了这个新竹县的五峰乡、关西镇以及宝山乡去年我们是去了宜兰县的南澳乡、圆山乡以及这个宜兰市公所。这些年来呢，我们陆续每年做3个乡镇，做了20几年呢，我们也做了70几个乡镇这些呢都是本会呢都秉持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单单这一次我们新竹呢办这一场活动呢，我们就在大家的帮忙下一趟下去也花了50-60万要感谢各位委员大家的鼎力的支持，使这个活动能够顺利完成特别要感谢就是我们郑区长，我做会长做了20几年还没有一个区长帮我出过钱我们再次这里鼓掌感谢我们郑区长否则今年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吃力，我们不是单单办城乡交流，我们还办奖学金，我们还办在区公所前面办了爱心捐血、免费健康检查等等的活动所以呢，这每个活动我们都非常的圆满顺利不但如此呢，我们今年是这个月，我们在台北市政府也每年也有颁发奖金，我们会等各寺庙还有各热心团体一起参加颁奖今年的市长到美国去，所以由副市长林奕华主持，我们就颁了副市长就在说今年这整个受颁的奖总共乐捐了11亿3800万所以我们也沾了光，与有荣焉在80几个这个得奖人我们大安区就得了20几个这个荣耀是不容易，因为要做善事要做钱要出钱，我们大安区每次在我们郑区长领导下我们都受到肯定每次20几年来颁奖我们还没有第二名过，所以这些荣耀都要感谢区公所同仁以及我们民俗会大家乐善好施把这个福气带给大家。我来这边将近一年了，真的跟着我们沈凤云会长学习很多因为其实12区都有民俗会，但是真正有落实在就是城乡交流跟一些也不算是救济就是有时候偏乡的一些资源我们护送到那边去真的只有大安区在做然后其他的区原则上只是说去那边观赏一下然后交流一下而已，其实就在这边真的追随我们会长学习很多
你看我们民俗会的向心力真的非常好哦。上个礼拜在市政府大厅啊办民俗会，感谢哈、哦，就是市长感谢各位哈、哦，我们民俗会所有的委员都上台哦，真的哦，只有大安区的民俗会有这种能力而已哦，其他区根本都没有哦。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会长哦，然后民俗会长期以来对于公所的支持哦，那。公所会持续啊，对于民俗会的业务，我们会啊持续再来推动。民俗委员皆为地方士绅、地方意见领袖，望重一方，对于社会潜移默化、发扬善良风俗之推动，扮演任重道远的角色。大安区民俗委员会在会长沈凤云领导下，积极推动参与各项民俗公益活动，关怀社会，造福乡里，广受民众好评。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沈会长棒不棒？Fuck!